的这个咖啡农的话，有这样的平台来说，做做这个销售的话，这是我们相信咖啡农最大的希望。我们是希望鼓励我们原住民的业者，然后能够呃协助更多的亲朋好友生产的这个一些文创商品或者是农特产品，有一个在呃一个实体的通路，能够让更多的打通我们的這,这个消费的市场。 我今天买的东西是玉米，还有百香果，还有柠檬。当然是原住民的食物是没有一些那些，呃，是那个那那种的什么农药之类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产品。那当然，继续继续采购，这是我们原住民的东西，我一定会买。